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7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到了 New Age 所推出的六人组联合作战建设车部队中的最后两个成员了啊，分别是工程师 Engineer 这个工程师，还有这个是运输兵啊。然后呢，这一次其实呢，他们是连同最终组合的这个，应该讲完整版配件嘛，是同时发货的，所以其实你在能够买到这两个家伙的时候呢，这一款大合体呢也是跟着同时能够完成了。那么呢，这个大合体的这个部分我会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呢再给大家来做哈。那因为我这明天吧，我会外出两天之后才回来，那我利用闭嘴。那我会利用今天晚上呢，就出发前的一个晚上，我录个简单的小影片，就是把这个工程师和运输兵呢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分享了啊。首先呢，这个能量块啊并不是这一次附送的，那是最早的时候那两个家伙里头海外版的话呢都会有附送。那么这一款这个运输兵啊，我个人觉得它的头雕啊是我觉得非常赞，很好，非常喜欢。虽然不是露脸了啊，但是这个圆弧形的一个样子，一个很酷的一个表情，但是头做的很小啊，整个看起来几乎是十一头身的感觉，而且它这个很明显的这一块部件比例似乎是非常的大，后面轮胎四个轮胎非常的显眼。那么整个荧光绿的话呢，荧幕里头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亮，但实物来说的话呢，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鲜明啊，没有那么样的刺眼，其实还好了啊。然后可能外观上就是这两个球形关节是一个比较大的扣分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基本的一个可动啊，头部啊，球关啊，上下动没有问题，甚至因为变形的需要可以往后面抬啊，所以你可以做出借位的话可以抬高一点点没有关系。手部这里是个球关，但是这个球关显得非常的紧实啊，在变形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有一个往前面低头看的一个关节，然后腰转没有问题，脚前后左右踢，外摆内收，这些都是有的。那这个脚的接地呢也是不在话下，人物的站立性也是非常的好。那以人形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款的一个体格了啊，但是这个肘部啊，不对，肩膀这个关节稍微紧了一点，我觉得有点小危险啊。然后呢，这一款工程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工程师，其他人都是兵，就你不一样，你是哪里比较厉害嘛？因为帽子比较像博士帽嘛，其实也没有了啊。他的话呢，正面来看没什么问题，可是后面来说的话呢，脚后面这个空洞比较多啊。上一期的话呢，之前有一期给大家做这个家务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为什么都不批评一下后面这个空洞，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在乎啊，我真的觉得，你要看它整体的一个感觉了啊，变形简单好玩。有疗愈效果的话呢，我就会给他加很多的分数了啊。然后他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小细节，这个地方这边啊，应该做涂成这个颜色啊，这里也是一样，应该是配合轮子的一个造型吧啊。然后他做出来后面的话呢，有一个可以伸长的一个吊臂，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脚的话呢，这里有个轮胎，脚底的话呢，看上去呢，站立性还不赖啊，其实挺大的，但是呢，由于后面多了一根这个杆子的关系。这个家伙站立的时候稍微去控制留意一下，那可动度也是相当之不赖啊，外摆内收啊，拳头转动也都是有的，手掌是可以打开，变形的时候呢甚至需要将手掌给打开。那整个人物的比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挺漂亮的。那我们的话呢就先给他们几个成员呢，我们来个简单的一个小合照吧啊。因为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合体的时候呢，应该是以载具的形态来做组合啊，可能是应该是它主要组合都是用载具下去做一个拼凑的啊。那我们趁这个时候，来，我们这一支队伍啊，即将在这个虎扑奇笑的节目里头毕业了啊，这个有一点拍毕业照的感觉。那么确实也是这样啊，我个人的话，大家也知道我节目的更新频率是很高的，有一些玩具啊，像这一套装啊，可能这两集把它拍完之后啊。下次再把他们拿出来把玩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啊。那各位就目睹一下这个几个成员的一个大合照。那顺便提一下啊，我 YouTube 频道呢会员的这个制度已经正式开通，其实这个大概一年以前我的节目就可以开收费的会员了，但是呢我懒啊，而且当时呢 YouTube 是被盗走的情况下，其实有点心灰意冷，
然后随着这一阵子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回来啊，所以呢，我就决定说啊，还是把这个会员给开通吧。那会员开通之后的话呢，你的名字呢后面会有一个特殊的记号，那我会知道你是我的专属会员，而且你在我的节目里头任何一个动态呢，我都会看到，它会有一个特别提醒会员的动态。那你的留言呢，我一定会回复，而且我会优先处理。那我每个月呢，目前暂定呢，会在5号呢，会上传一部会员专属的影片，当然至少是一部，那有可能不定期的增加多的一个影片。那影片的内容呢，不拘束于变形金刚类啊，你想知道什么的话呢，你可以呢，在会员专属的这个节目栏里头，你给我留言啊，只有我会很快就看到啊，这一点你就各位可以尽量利用一下，那就请各位多多支持吧。那我们进到一个变形的环节了啊，首先这款运输兵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头呢给往后面推，推到后方去，然后呢胸下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拉开，然后整个的本来是往前扣的，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推到后方去，到大家到这个形象，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滑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胸甲的话整个往前面推，推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胳膊呢手臂的话往上面重叠之后摆成这个形象就可以了啊，然后顺着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滑下来啊，滑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旋转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在这个地方这个凸要卡进这里面这个绿色的这个沟槽里头去啊，就这样子把它给转过去到这边，好，把它给扣进去，从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凸要把它给塞到绿色的洞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要结合，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绿色的凸在里头，然后呢手臂的内侧有一个灰色的一个洞啊 ，OK， 把它给扣上去。这个轮胎的话变形就算 OK 了，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是先把胳膊给折起来到这边，当然你也可以先旋转这个部分没有问题，旋转过来，把这个凸到这个对应位置之后下来，然后呢退后一格，然后再往前面把它给反扣进去。那后方这一带啊，这个记得把它给扣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后面的这个脚的话呢，变形就更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这块部件推开来，然后呢往内折进来，这个时候呢把它扣到前面，本来是扣后面，前面还有一个洞嘛，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地方折下去之后扣到前面这个洞，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轮胎先往侧边推开就可以了，先往侧边推开，然后呢两腿呢做个简单的小合并，再来往上做一个翻折，折上来之后的话呢，这个翻开里面的话呢有一个小凸跟一个大的方的一个凸，就是要扣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啊，就相对应的这一款的这个绿色的砂石车，也这个运输兵啊，我们就几乎可以说快完成了变形了。最后呢，刚刚只是往侧边翻开的这个轮胎，这个时候透过双动关节把它给推下来，这个时候呢就完成了它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绿色的砂石车了啊，在电影里头呢，它就是真人电影里头啊，叫做龙后的那个家伙，变形就算大功告成了。那么来到最后的这个工程师的话呢，变形也是跟刚刚的那个砂石车差不多啊。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头啊也用力往下压，然后这块部件旋转，你转这边可以转，你转另外一侧转不动啊，所以就不用转另外一侧了啊。然后呢，这个手臂啊，记得把这个手掌给翻出来啊。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这边把它给往下面搓，搓下来就可以了。到这边，先到这里就好了啊。然后呢，对了，这个手臂啊，内侧有一个部件要翻出来啊，翻出来。好，然后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这里不是有个紫色的凸吗？对，我们把它跟手臂翻出来的这个洞去把它给扣住，到这边转进来扣进去。好，那么这个时候变形已经快完成了啊，脚后跟翻开里头还有一层可以再打开，这里是一样再打开，然后呢两腿的话呢就做个简单的小合并，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是非常简单的，然后一样是把它反折上去，刚刚的龙后也是一样啊，这两个的一个变形呢都是一个脚的话呢就是跪下来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吊臂可以往前面伸起来，然后稍微调节一下，然后就可以完成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那这里把它压下去啊，好，然后测试一下它的一个滚动性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对，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运输兵和工程师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我们呢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载具的形态。先看看这一款运输兵啊，首先呢，它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么大的轮胎里头的这个金属的涂装，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正面的话呢，进气口还有这个一些简单的点缀，然后车头灯银漆。那么侧边的话呢，可能小毛病就是这些小型的这个铆钉吧。上方这一带的话，这个在交通工具里头，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点缀，在这个时候有点奇怪。那它的这个可动的话呢，除了轮胎可以动之外呢，它这个上面这个拖斗还是可以打开的。当然这样打开的话，这里丑了一点，但是如果你稍微借位一下，这样子放啊，也是相当之可以啊，也是有一个及格的一个小比例玩具的一个表现啊，机器人也好啊，载具也好，这滚动性也很棒啊，这么大的一个轮胎推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啊，而且打了铆钉。然后呢，这个吊臂的话呢，这个地方伸缩啊，这就不在话下了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那整个一个挂钩的话呢，长度的话呢，大概是它身体的刚好是差不多是两倍。然后根部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旋转的啊，然后这个脱掉的话是可以脱掉些什么，我看一下啊。把它拖着走，或者是把它吊起来啊，可以，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 ，NA 的这个工程合体啊，那这是它所有的这个载具的成员啊。当然了，我们也要来一张毕业照，对不对 ？OK， 那一片的绿色哦，这个也是 G1 大力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色。其实呢，我是感觉吧啊。小比例的玩具呢，它的这个从包装盒开始吧啊，他们就特意的呢去做出一个有点更复古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感觉。那这个配色来讲，我觉得反而不需要太花俏啊，这么朴实的这个感觉吧，造型也好啊，配色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那拿在手上把玩的一个难易度呢，算是比较偏低，很快速的时间呢就可以大概。快的话大概一两分钟之内啊，就可以把它完成一个变形。那么我的话呢，过几天啊，我回来之后呢，就会尽快把这个大合体的状态呢给大家呈现一下啊。当然网络上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做开箱了啊，这是最近非常热门的产品，非常热门的产品，大家都可以看看啊。现在网络上其实都有非常优秀的 UP 主呢给大家做各种玩具的讲解和解说啊。那我的话呢，偶尔也会看看其他一些玩具 UP 主的一些影片，都是可以放松心情来着啊。那买不买东西的话呢，其实都是其次啊，图个心情愉快罢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